小朋友你好，我是佩玉姐姐。首先您问出国留学要怎么争取补助呢？我想要问的一个问题是，您非留学不可的原因是什么？那假如您觉得只是单纯的为了学好英文，或者是说大学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经历，可以申请好大学之类的话，觉得是不太需要的。那假如您真的想好理由的话，那就不要忘记您的初衷，要坚持下去这样。那建议您会在高一的时候做交换生是最适合的，因为有的学校可能要求您留级，因为他不承认那个学分，或者是等到你高二高三的时候呢，美国高中他们都已经要考试了，要考大学了，所以比较不适合。那你假如单纯想要增加阅历啊，或者是增强英文的话，建议您可以在高中的时候参加相关的营队，大学相关营队，然后还有可以争取多益的国际志工，参加摩研社，或是这两个营队都还不错，都是免费的，全英文的这两个营队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可以争取多益的奖学金，详细的情形呢可以看一下官网。那再来就是托福嘛，托福是必备的。好，那第三个呢，跟您讲一下，就是您在国二国三的时候可以参加 PSAT 考试，或者假如您有其他的专长呢，可以代表学校参加比赛。那奖金猎人呢是一个拥有各式各样比赛机会的一个网站，可以得到奖金。那接下来呢是国际福伦社和 AFF 跟狮子会，他们有提供高中生全额或部分的补助，或是您自己像你比如说美国的高中向他们联系，然后取得相关资讯等等。那详细的情形呢，可以去留学的网站，比如说 EF 啊之类的。好，那这里给你一个小小，因为你还不能打工，所以呢给你一个小小的介绍一下，说我目前有在雀格啊，算是就是参加他们会员，然后假如你用 FB 分享广告，或者是假如你是女生的话，他会让你写一些化妆品的试用文，那男生的话可能也是有一些其他的试用文，那写一次的话是可以赚100块这样。那其实它是算网络赚钱比较好赚的，比那些填问卷好赚。那假如你喜欢我的讲解的话，就麻烦填一下，就是你假如要加入卷的话就填一下推荐人是 thankful530， 谢谢。那希望你会喜欢我的讲解，拜拜。